家好我是홍메이안녕하세요박홍메이입니다오늘은우리가쇼핑하면서신용카드를사용할때쓰는중국어표현에대해서알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먼저신용카드는중국어로뭘할까요신용카신용카라고합니다여기서신용은신용이고요카는카드입니다자그러면저신용카드를사용해도될까요라는표현은我可以用信用卡吗我可以用信用卡吗라는표현이있고요또하나한국어에서도나카드긁어도돼요카드를긁다라는표현도많이사용하잖아요중국어에도같은표현이있습니다刷卡나카드긁어도돼요라는표현은我可以刷卡吗我可以刷卡吗라고합니다나현금을지니고있지않아요카드긁어도되나요라는표현은我没带现金可以刷卡吗我没带现金可以刷卡吗라고하시면됩니다자그러면카드를사용할수있대요可以刷卡라고한다면일시불로하시겠습니까아니면할부로하시겠습니까라고상대방이물을거잖아요이상대방이중국어로물을때도우리가알아들을수있어야되잖아요자이표현은要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要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라고합니다여기서一次付款은일시불分期付款은한자보시면분기로이제납부하다라는뜻으로할부가되겠습니다分期付款자그러면저는3개월할부로해주세요라는표현我要三个月的分期付款라고하시면됩니다理解好了吗자이제카드를긁고또서명해주세요라는말을또상대방이할거잖아요그러면이서명해주세요라는표현은请您在这儿签名请您저당신께서在这儿여기에签名서명해주세요请您在这儿签名라고하시면이제서명을하시면됩니다자근데만약에카드사용이안될때현금만받는다고할때상대방이뭐라고할거잖아요그표현은이제이렇게말합니다중국어로我们这儿只能用现金우리여기는현금만사용이가능합니다我们这儿只能用现金혹은우리여기는현금만받습니다라는표현은我们这儿只收现金我们这儿只收现金라고하시면됩니다자오늘은우리가신용카드를사용할때쓰는중국어표현에대해서알아봤습니다잘이해되셨나요리지하얼라마자이제읽기연습들어가겠습니다읽기연습할때큰소리로함께읽어주시기바랍니다저신용카드를사용해도될까요我可以用信用卡吗我可以用信用卡吗저카드긁어도돼요我可以刷卡吗我可以刷卡吗나현금을지니고있지않아요카드긁어도되나요我没带现金可以刷卡吗我没带现金可以刷卡吗일시불로하시겠습니까할부로하시겠습니까要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要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3개월할부로해주세요我要三个月的分期付款我要三个月的分期付款여기에서명해주세요请您在这儿签名请您在这儿签名여기는현금만사용이가능합니다我们这儿只能用现金我们这儿只能用现金여기는현금만받습니다我们这儿只收现金
我们这儿只收现金。자오늘내용은여기까지입니다다음에도또새로운내용으로찾아뵙도록할게요지금까지박홍미였습니다谢谢收看大家辛苦了再见